大风吹，放狗人妻堕崖死。在英国东萨瑟克斯郡悬崖 Beach Head， 一边听浪声，一边看风景，好有情调噶。不过呢度冇危难，仲系自杀圣地嚟添。一个49岁女人上个星期六同老公带狗嚟散步，怀疑唔小心从90米高处跣落崖，当场死亡。事发当日好大风，能见到低，有居民估计死者可能被强风吹落崖。当局指意外好罕见，不过认为事件冇可疑，真正死因有待验尸报告确认。